现在人在大马马来西亚工业区，听说这里有一档很好吃的纳西勒玛，可是我现在眼前看一下都是工业区，没有看到有纳西勒玛。现在我的身后只有在包装玉米，可是没有看到纳西勒玛。哎，我发现了一个东西，这个纳西勒玛就是隐藏在这间厂的后面。想要来这边吃纳西勒玛的朋友，可以来试一试。